看一下，卸的好像还有一点。就是没那么快就对了，那个其实可以休息一下子，然后再去练它。把你自己弹的时候是对的，那但是一唱上去的时候就不对的，那个拍子就这样子。你自己可以这样子把。147接25呢，14的点省掉了这样子，然后258的8的点也省掉，所以1725这样子，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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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
今天花点时间了，以后就是其实玩琴呢，一个是三个点，就是三个点三个音的点，还有这个四个点，就四个音的那种。其实主要是钢琴呢，主要是在这一方面呢，就是三个音的系统。三个音的系统就是比如说一拍里面三个音嘛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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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或者是噔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这种三个音的点，其实用的在老外那边呢，所谓 blues 啊那些，全部都是三个点的呢。然后四个点的话，通常都是用在这个 soul rock， 不是那个这个所谓那个 double soul 啊，一般的 soul 里面用的很多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当然是我们那个歌曲比较起来的话，当然是四个点用的比较多呢。可是三个点比较耐听，就是感觉到味道，老外比较偏向于，你们听到 blues 那种都比较偏向于三个点的这样。那我们以后就是多花点时间在这三个点的上面呢，就是去那个比如说先从那个中版的，就是一般的了，一般的就是这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刚随便一弹就是，这个就是很慢的，所以它这个很妙就对了。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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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都三个就很自然的这样子，大部分曲子都是这种，然后慢慢越来越慢的时候越少了，
越少，像刚刚我刚刚讲的噔噔噔噔那个那首歌也是三个点，但是它很慢呢、啊，所以变成一慢下来，几乎我看很少人弹好的，几乎都弹不好的，就是然后再来越慢，再来比如说再来像那个什么 When I Need You 啊，那个已经到了差不多快45拍了，一拍45，很慢了、啊。你们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三拍的华尔兹，但实际上不是，它是 slow rock 里面的三个音的系统，就是 slow rock、啊、那个把它变得很慢很慢的，听起来变得蹦恰恰。